哈喽宝贝，我是你的女朋友。穿过挪威的森林，丈夫走气也吹痛的，夕阳坐在我的铠甲，王子不一定喜欢吗？黑马王子四海为家，现在是18:54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是你的 honey baby。 我想喝一杯奶茶，可以给我20块钱吗？这脸是咋的了？双面胶粘上了。但正的生活费不多，但是也必须美味可口。把食材打碎加鸡蛋，搅拌做成丸子，就是这样的形状。然后放入蒸箱13分钟。
别吃了，还不吃药是吧？别吃了。不吃一会儿揍他啊！吃。没睡醒啊。吃东西的时候，总有一个地方这么想吃的小可爱看着我，我不给他吃一口，我都不好意思。虽然这个小可爱长得吧有点壮实，但是也才一岁多呀，吃吧。吃一口得了。